是什么让哥哥惊慌逃窜？来，这样子，过来，叫哥哥，哥哥，叫爸爸。啊！为什么现在哥哥不喜欢从后边抱抱入睡？他睡觉就这样，就是会把腿横过来，横到你的肚子上，就这样。他说这个姿势舒服，就是以前他喜欢让我从后面抱着他，但现在他不知道为什么了，就是这样，这胳膊是要从他脖子这拿出来，然后这样抱着他，这是以前他喜欢姿势，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了。为什么不喜欢了？因为，哎，还好吧，我以前也这样啊，但是你没有说什么呀？睡前给733吗？不给。跟你说话费啊，不忘了，习惯了是吧？习惯了。习惯了。之所以现在不让我从后面抱着他睡觉，也有这一部分这个原因。心爱上你，唱了。风卷彩云，笑容红人。很甜很甜，特别甜，希望以后的每一天都是甜的。寒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，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？远光中走来你身晴朗，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，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，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。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，世界那么多人，可是他不声不响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活在我飞扬的青春，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，常让我想啊想出神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比如说张浩能说出确切的爱好，他喜欢，比如说他喜欢什么什么东西，我喜欢积木，你喜欢我呀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一个确切的爱好，你是我长这么大唯一一个确切的爱好，而且会坚持一辈子的爱好。我怎么你瞄？我感觉你瞄的不是项链，我瞄的是项链。你说好的是项链，是项链，是项链。你把项链找起来，行，把项链找起来。晚安。